家好，我是戴登堂。今天我要为你们分享马六甲古典公园的配套。大家想知道蝴蝶怎么破蛹而出，展翅飞行吗？我们看看里面吧。这是我爸爸妈妈买的五十令吉配套，我们一起开开看吧。我们要开绳子和 celebrate 才可以开哦。看里面有一封信。看它是这样的，还有看是教你们怎么做的。看里面还有一封信呢。它是这样写的，它的字有一点看不清楚哦，但是我们可以，你们可以叫爸爸妈妈看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他的票，两张票。看，两张一样的。这个到明年的票。那还有什么呢？配套呢，而且里面还有吗？还有的，里面就是这个蛹啦。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棉花和蛹。如果我们看不到蛹，别担心，蛹就在棉花的里面。如果你们要用这个蛹要放进这个的玻璃瓶里，你们不可以摇它。你要等到3到10天才可以看到蝴蝶破蛹飞高，可是不能直接打破玻璃给它飞哦。我们要开盖，因为上面有一个盖，我们可以拿小片叶子粉在里面，插在里面。现在请大家买蝴蝶，支持蝴蝶马六甲蝴蝶公园吧！谢谢大家。